新闻继续要来开始讲，伊市政府卫生局为着要替消费者的饮食卫生安全来把关，伫咧1904年开始针对着饮料业者进行着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。GHP 现场获得的查核，完成400斤的饮料业者获得，今年将持续来获得200斤，强化整体饮料业者落实自主管理和源头管理。1906年度提升饮料业者卫生管理辅导计划，将针对饮料业者进行 GHP 实地辅导甲查核，同时宣导食品卫生安全、食材源头管理、现场调制饮料标识以及自主管理等观念，使民众消费时更加安心。伫1906年7月1日上午，伫金矿咖啡兴业门市举办启动仪式。食安伫遮宣誓内容包括非订不可、完成食品业者登录才会当营业、卫生安全、保持场所环境卫生设备清洁、饮料标识、含糖量、咖啡因、原产地全标识、来源透明、提供透明化食材来源资讯。在辅导我们这些饮料业者哈，去年已经辅导200家，今年会再辅导200家。我们非常注重我们在饮料店的清洁卫生，其中第一个就是非订不可，一定要上网登录，来源要透明，而且我们这个卫生的安全哦的检验要合格。我们要求饮料一定要标示，包括它的糖分啊、咖啡因的量都要标示的清清楚楚。在这几个努力之下，让我们嘉义的食安非常非常的让大家安心，大家一起来创建一个食安的首都，请大家来嘉义安心饮用我们卫生安全又好喝的饮料。饮料业者 GHP 辅导重点包括食品业者登录、场所环境卫生、原物料以及饮用水管理、设备器具管理、专业人员卫生管理、现场调制饮料标识等规定，期盼会当提升饮料业制程的食品安全性，予市民朋友安心食，才安心。新闻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